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最近一段时间，随着《亲爱的热爱的》热播，杨紫和李现人气爆棚，受到无数人的关注，两个人的绯闻也是传得满天飞。最近二人又被爆出假戏真做，大家一起来看看吧。该剧根据墨宝非宝小说《蜜汁炖鱿鱼》改编，讲述软萌学霸萝莉童年倒追圈外热血男神韩商言的爱情故事。虽然韩商言外表冷漠，但是内心也是十分火热的一个暖男。为了把此角色给塑造好，李现也是下足了功夫，对着镜子无数次练习表情，甚至有一次在和杨紫对戏的时候都没有忍住假戏真做。只见两个人经过眼神的交流后深深拥吻在一起，此过程持续将近2分钟，在一旁的导演都看呆了，甚至喊停都没有用。杨紫愣神回来一阵暴怒，说李现欺负人真的是太可爱了。如今李现也被称为国民老公，不知道多少人都很羡慕杨紫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谢谢。